我们现在在590英尺哦，爬了42，加油加油！这我们请的导游，专门导游，高级导游，应该要配个麦，私导，就是那种私人导游以上，陪吃陪喝陪睡。任何要求都可以。今天晚上还给你们订了天台酒吧。你看这服务多，你看这服务多好。一直这样子，就不是特别好的一天。走。感觉心头难受吧。哦，你怎么了？我们今天迎来了宝贝，还有 Eric。有。加拿大亲友再次访问，就是又迎来了新的加拿大亲友。这位朋友因为早上飞机的原因，自己好像有点不太清醒，就连着晚上没有睡觉。为了见你，所以没有睡觉。太激动了，太激动，玩什么？今天下雨，他们一来伦敦就下雨，真的是。没事，我们来的时候看一下。然后打算。随机的变换一下行程，随机的逛一逛。先来吃了以后，就排队要排很久的烤肉。好用，这是我的 vlog 赞助商。吃，谢谢 Sofis 老板带我们出来吃饭。没有没有，我只是一个陪玩的，陪玩的也不简单。站一站。这里面的化妆品就都很土豪，化妆品，而且就很多牌子都很小众。哎，这个好可爱啊！这个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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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怂恿谁呢？哇，那个四克拉哎，4.18，什么什么方的？哇，后面那个4.3吗？4.18那个是 Emerald。我在贝姐发现了一家特别酷的店，是不是？去屌！橱窗里都是钱。这个，哇，这个太酷。哎，你看他那个老箱子好好看，就感觉很弯腿。那可不，累吗你俩？你都不困啊？你不想睡觉？Eric 是不是可困了？我在刚才等你们等睡着了。你晚上还有劲儿吃饭吗？吃完回家睡觉。不看夜景吗？还要睡班儿。那不是按照你的旅行意愿。哎呦，倒了带着的。Eric 已经变成一个废鸭。下回给他报那种老年旅行团。好，以后这已经不适合他了。明天开始 Eric 改变项目。你看我都不能好好睡，都被你写进自己名单。两个废鸭。两个废鸭。你帮我们拍一张吧。来，废鸭们。伦敦第一天，疲惫。上面角度会不好看。我再拍个视频先。Take a look at the downtown special. Live 42 Tower， 像不像香港半山？这个地儿我们先上21楼，上来之后再上41楼，再上一层吧。再让我们走一层。嗯。好特别，好特别，选得好，选得好。我们现在在591英尺哦，爬了42，加油加油，撑得到。I didn't think that it would come to this. I don't rap, so don't go making deep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我们现在在一个很隐蔽。但是很高的酒吧，看一下伦敦夜景。这家要提前订，然后它才有位置。每个窗户都是靠窗户，每个位置都靠窗户边的，所以看到的风景。
I wasn't wishing that I would go back to you. So tell me, boy, are you there to enjoy? Making me feel like a fool. We were all good, then you stopped and I stood. And I lost you forever. We used to talk every night. Whoa. We used to talk every night.So now my mind is full of thoughts of me and you. What could have been a life that's good but wasn't meant for the two of us. I can see you by my side. So let me just say that I like you. 现在小薇没心情，累了，吃点好吃的吧。来小烧。我现在才记得 Surface 这盘用不了筷子。谁说的？现在有进步。现在有进步，那就不用买了。还欢迎 London。确实。确实。直勾勾的看人家卖光，就是你看人家还给人家小孩送呢，你今儿长得不可爱，那你去，你长得那么可爱，没你可爱，你要不要排着看看还有没有？这个就简直是个宝宝。你觉得这个好喝吗？好酸啊，咱这个可以当早餐，就健康早餐当粥喝，酸粥吗？But we don't talk anymore, no,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no, we don't talk anymore. But tell me, boy, if by chance I annoy, cause I'm head over heels for you. It breaks my heart that we are far apart, but it couldn't matter less to you. We used to talk every night, whoa.We used to talk every night. 你今天感觉简直像是要去法国的小姑娘。艾瑞卡在说：“那你今天为什么不化妆？”我说：“累了。”我每次出门就第一天化妆，第二天一般，第三天。这位朋友在下东西。我们不是在语音吃饭。简直怀疑咱俩不在同一个界面，我得伸出个手证明我们俩在同一个界面。哎呀，这两位朋友，另一位朋友现在是快吃饭了，今天就要走了。是的呢，好舍不得你们走。没关系，还会再见的，还会回来的，还会回来。终于不是我回过他吧？好希望你们跟我一块在英国一起住着。但我觉得英国住的有点难受。这个，你宁愿要那么冷的冬天？太吵了。但是我们冬天开暖气也好干啊。你看黄油好大一坨，也像冰淇淋。I didn't think that it would come to this. I don't rap, so don't go making deep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I wasn't wishing that I would go back to you.